有去出访这澳洲的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含这澳洲总理这艾班尼斯是正式来发表共同的宣言。除了这气候变迁加这能源这议题以外，我们共同来分享安保情报。啊，日本的主委对我们去澳洲，含这澳洲的国防军做回来演训，主要嘛是要应应中国的军事。澳洲总理艾班尼斯和来访问的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抱不买行和记者协商，当然双方会谈的重点在进行的高峰会。根据上新发表的政策宣言，日澳两国合作的重点之一在气候变迁和清洁能源。日本有四成的进口天然气来自澳洲，澳洲天然气出口大客户日本是其中之一。为保障印度洋到西太平洋的航行安全和自由开放，日澳两国拢认为国防合作也是未当欠缺的一部分。安全保障防衛協定、自由で開かれたインド太平洋に向けた連携、資源エネルギー分野での協力など、他に例を見ない日豪間と緊密な結びつきに図る。As part of our increased security partnership, we also welcome today the announcement that Japan's Self-Defense Forces will train and exercise in Northern Australia with the Australian Defense Force.日澳之间为2014年开始就密切的安保合作，两国各正式建立所谓的特别战略友好关系。不过，疫情重点放在北韩飞弹问题和反响，未来10年会转向情报交换和共同演训，目标就是加强影响中国在印太的军事扩张。公司新闻，徐佳锦编译。